一红电哦，电动 N 机接不动作 ，L 四电。按 P P two， 则电动机做 Y 接线启动 ，M C one 及 M C 三动作 ，L one 亮 ，L 四起。T 一开始计时。第一计时到电动机启动完成，转换为三角形接线运转 ，MC 三复归 ，MC 一及 MC 二动作 ，IL 1起 ，IL 2亮，按住 PP 1则电动机停止运转 ，MC 接复归，指示灯全起，放开 PP 1则 PL 4亮。二异常部分，在正常操作中 ，TH 至 RY 动作，则电动机停止运转 ，NG 接复归，指示灯全起。此时若 COS 1切于位置一时，则 B 一响 ，PL 三时。若 COS 1切于位置二时，则 B 一提响。PL3 亮。